这家店，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想要用很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台湾的农业还有农夫。那我们除了用米做蛋糕之外，我们店里所有的东西也都很坚持只用台湾生产的食材来制作。那关于小屋畅游呢，其实文明号本来就是一个展演空间，那我希望可以有很多好的音乐从这边给出去，只是我们平常是以古典音乐为主的。那这一次的合作，我们觉得两组的演出者给我的感觉都是他们用很柔软可是又很坚定的方式，透过音乐在传达他们对一些事情的想法跟感受。那我觉得我还蛮期待，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域里面，那有不同的音乐进来，他们可以跟我们的熟客或是一些远道而来的朋友，可以激发或是震荡出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惊喜。小屋计划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它能持续的下去，能让更多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能让音乐平民化。行者是一个充满爱与和平、自由、不设限的地方。